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可今天呢我就采了。哎，我就采，哎，我就采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花了吧？好了，现在拿回去晒就行了。这就是晒好的野菊花，我现在泡两个。喝菊花茶既能清肝明目，也能治疗咽喉肿痛，总之喝了有很多好处。这个野生的菊花茶跟那个普通的菊花茶还是有点区别的，它有比一般的要稍微苦一点，会清凉一点。我是小新，我们明天见。